在继续，目前的分数非常高，5、4颗球全部停在我们的线上了。嗯，好优秀，好加油，最后一颗第五颗，加油。6球 out。所以说5球当中里面，好，我们黄恩赐到底可以得到几分呢？恩赐获得9分，200万，离你很近喽。这好恐怖！那接下来林柏佑目前11分，怎么敢呢？12分呢耶！11分敢12分，4×32，4个3分的，对他来讲简直不太可能的事情发生了。因为他是个投手嘛，对不对？平常会有点球吗？有，在美国都有啊。哦，在美国有。林柏佑打12分平手，13分还有机会，因为后面来说还有人，来加油。1、2、3，Go！哦，是有，哇，停，3分，第一球3分，好，接下来第二球，很棒哎，3分，又滚到3分吗？有吗？2分，好，接下来第三球。2分加我们现在目前3、3、2加起来7分，要打12分才有平手。那接下来也就是说还要5分才有平手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接下来这一颗你一定要停留在2分以上。如果停留在1分或出界，接下来第5颗也不用打了，就直接淘汰出局。你舍得淘汰吗？不要，不要哈。好，来第4颗。2分才有。2分，哎，有了，有了。第4球2分。3个2分加起来是6分，加起来1个3分，9分。目前要12分才有平手，就这一颗，如果你打到3分，暂时2位平手哦。嗯。如果平手，后面的石孝荣如果赶不上来的话，你们2个是要延长赛哦。所以这一颗的三分对你非常关键哦。如果你停在3分，你本来要跟女朋友说什么？要不要让你先说？因为你不一定可以停在3分呢。点3分就平手，来加油！3分！6球3分！哇哇！要进行延长赛的机会有哦。那接下来就要看看我们石孝荣。你的笑容。我们来看看，先看看几分好了，林柏佑。简单哎，也获得12分。这样目前差几分？差10分。差10分，哎，很容易追过啊！加油，第一颗球。4颗球，这4颗球代表你只要点到10分，你就平手；点到11分，你还获胜。好，第二球，停，有了吧？有了，这球。第二球获得2分。第三球，现在至少打2分才有。来啊！撞一下。有了。停。3分！第三球2分。后面都说那颗球喝醉了，怎么可能又倒得回来？2分、2分、4分，最后还有2颗可以点。那这2分，它代表10分的话，接下来2颗都要到3分才有平手机会。点到2分，你要1分，点到外界都是。已经就是要被人家淘汰出局哦，3分才有，来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呦！哎哎哎！过来！哇，真的3分呢！
前是七分，嗯，如果最后这一颗球再点到三分就十分了，十分加到前面的是三分，就会变成三个人都二三分，要进行延长赛的三个人第一次发生哦，所以说，哇，点到三分不得了，三个都是平手哎。别走开嘛，比赛还没结束哦。